文字样式命令。单击文字表格，文字样式菜单命令。系统弹出文字样式对话框，在其中单击新建按钮。系统弹出新建文字样式对话框。单行文字命令。单击文字表格单行文字菜单命令。系统弹出单行文字对话框，在其中设置参数。多行文字命令，单击文字表格多行文字菜单命令，系统弹出多行文字对话框，在其中输入多行文字参数。设置好参数之后，再单击确定按钮，然后在绘图区中点取多行文字的插入点。完成多行文字命令操作的结果如图所示。专业词库命令，打开配套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专业词库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。系统弹出专业词库对话框，在其中选择带插入的词汇。然后在绘图区中指定文字的插入点，按回车键结束命令。完成专业词库命令操作的最后结果。如图所示。转角自纠命令，打开配套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转角自纠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绘图区中选择带纠正的添正文字，按回车键，即可完成转角自纠命令的操作。递增文字命令。打开配套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递增文字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绘图区中点取要递增拷贝的文字图源。接下来点选基点，在指定文字的插入点，按回车键结束命令。完成递增文字命令操作的最后结果如图所示。文字合并命令，打开配套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文字合并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绘图区中选择要合并的文字段落，按回车键。在命令行提示合并为单行文字或者合并为多行文字时，选择。合并为单行文字选项，然后在绘图区中点取合并文字的插入位置，即可完成合并文字命令的操作，结果如图所示。统一自告命令，打开配套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统一自告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绘图区中选择要修改自告的文字。按回车键，接下来输入新的字高，最后再调整文字的位置。完成统一字高命令后的操作结果如图所示。查找替换命令，
打开派的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查找替换快捷命令，按火车键，系统弹出查找和替换多个框，在其中设置参数。设置好参数之后，在对话框中单击查找按钮，绘图区中被查找到的文字会被红色的方框框选，然后在对话框中单击替换按钮。系统弹出查找替换信息提示对话框，表示替换完成，单击确定按钮，再单击查找和替换对话框中的关闭按钮，即可完成查找替换命令的操作。最后结果如图所示。繁简转换命令，打开派的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繁简转化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系统弹出繁简转换对话框，在其中设置参数，然后再单击确定按钮。接下来在回流区中选择包含文字的图源。按回车键，即可完成繁简转换命令的操作，结果如图所示。新建表格命令，在命令行中输入新建表格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系统弹出新建表格对话框，在其中设置参数。然后单击确定按钮。接下来，在回流区中点取表格的左上角点，新建表格的结果如图所示。全屏编辑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全屏编辑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在回流区中选择待编辑的表格，系统弹出表格内容对话框。在其中输入内容参数，完成内容的输入后，单击确定按钮，即可完成编辑操作。完成全屏编辑命令操作的最后结果如图所示。拆分表格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拆分表格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系统弹出拆分表格对话框，在其中设置参数。然后单击拆分按钮，在汇率区中选择表格，即可完成拆分表格命令的操作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合并表格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合并表格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汇率区中选择第一个表格，再选择下一个表格。按回车键，即可完成合并表格命令的操作，结果如图所示。表列编辑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
在命令行中输入表列编辑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获得区中点取表列以编辑属性。在弹出的列设定对话框中设置参数，然后单击确定按钮，按回车键结束命令。完成表列编辑命令操作的最后结果如图所示。表函编辑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表函编辑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获得区中选择待编辑的表函。系统弹出函设定对话框，在其中设置参数。然后单击确定按钮，按回车键结束命令，完成表函编辑命令操作的结果如图所示。增加表函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增加表函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命令行中输入 A，选择在本函之后插入选项。接下来在获得区中点取一表函。按回车键结束命令，完成增加表函命令操作的最后结果如图所示。删除表函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删除表函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获得区中点取要删除的表函，按回车键结束命令。完成表函删除的结果如图所示。单元编辑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单元编辑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获得区中点取待编辑的单元格，系统弹出单元格编辑对话框，在其中修改参数。然后单击确定按钮，重复操作编辑表头单元格内容。接下来对其余单元格的对齐方式修改为居中对齐。完成修改后，按回车键结束命令。完成单元编辑命令操作的最后结果如图所示。单元递增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单元递增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获得区中点取第一个单元格，再点取最后一个单元格。即可完成单元递增命令的操作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单元复制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单元复制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获得区中点取拷贝源单元格，再点取目标单元格，按回车键结束命令，即可完成单元复制命令的操作。最后结果如图所示。单元累加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行中输入单元累加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获得区中点取第一个需要累加的单元格，再点取最后一个需要累加的单元格，最后再点取存放累加结果的单元格，即可完成单元累加命令的操作。最后结果如图所示。
单元和便命令。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在命令函中输入单元合并快捷命令，按回车键，然后在回车区中选择矩阵脚点。即可完成单元合并命令的操作，最后结果如图所示。转出 Word 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单击文字表格转出 Word 命令，然后在绘制区中选择待转化为 Word 的表格，按回车键，转出结果如图所示。转出 Excel 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。单击文字表格转出 Excel 菜单命令，在绘制区中选择待转出的表格，即可完成转出 Excel 命令的操作，结果如图所示。读入 Excel 命令，打开 PAD 光盘提供的素材文件，结果如图所示，在其中选择要复制的单元格，然后返回到天正软件界面当中。单击文字表格读入 Excel 命令，系统弹出 AutoCAD 提示框，询问是否在图中新建一表格，单击是按钮，然后在绘制区中点取表格的左上角点，即可完成读入 Excel 命令的操作，结果如图所示。